经典上古大德常说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我们念总是不相应，从来也没有去想想这不相应的原因在哪里，到底为什么不相应，为什么别人相应我不相应啊，所以我们要能常常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这是智慧啊。所有一切障碍统统解除了，我们问题解决了啊，你在这个世界，这世间就是极乐世界。从什么地方显示出来？从你啊快快乐乐的面孔显示出来。从你真正见到阿弥陀佛显示出来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你的心是阿弥陀佛，你看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。你的愿是阿弥陀佛，你看一切众生也都是阿弥陀佛。境随心转吗？你的境界没转得过来吗？所以什么都不是。放下不容易，看破更难啊。真看破了，放下很容易。放不下，我们有个警觉心，放不下就是没看破。就是对于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，怎么还有这种习气毛病障碍我？往生极乐世界。方法确实简单，一句名号。一句名号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。不是真正灭掉，也把它念掉，它不起作用。这种福烦恼。生凡生同居土。要是把它真甩掉了，断掉了，那就不是同居土了，那是方便有余土、十宝庄严土。我们念佛，平常讲很用功，纵然是一天，十万声佛号，或者像黄念老，难得。一天14万声佛号，如果他没有放下，去不了。并不是每一个念佛人都往生，念佛人没放下，他就去不了。世法佛法里，只要有一桩事情没放下，他福报大，造的恶业少，他升天了。或者又到人间来了，如果他造的恶业胜过善业，他就到三恶道去了。这一桩事情灌顶法师讲得清楚啊，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。
啊，我们念佛为什么？为什么念佛？为什么求生极乐世界？啊，这个要学慧能大师就没错。我为什么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？为成佛。我为这个，不为别的。啊，为什么要成佛？为普度众生。只有成佛，才有智慧神通能力来教化一切众生。这个愿跟阿弥陀佛的愿，跟十方诸佛如来的愿完全相同。不是为自己求安乐，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啊，不是为自己得大福报大智慧，也不是啊。你如果为自己，就是障碍了。我们一切是为自己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但是要记住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上辈往生、中辈往生、下辈往生，下辈是同居土，中辈是方便土，上辈是十报土，上中下三辈往生，条件是相同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相同的啊，啊，菩提心，菩提心觉悟了，什么叫觉悟？什么叫迷惑？为一切苦难众生觉悟了，为自己灭了。我这个解释大家很容易体会。我为众生里头还有一念为自己，你虽然觉悟里头还有一点迷情在里头，不要小看这一点迷情，这一点迷情会把你整个决心破坏掉了。啊，李老师在世常年讲经，他用醍醐做比喻。啊，醍醐是天人的饮料，饮料当中最好的，天人最好的饮料叫醍醐。啊，这一杯，如果这一杯醍醐里头有一滴毒药放在里面去了，整个醍醐都变成毒药。这个比喻用意很深，就是你菩提心里头还有一点点自私自利的那个心，那个心就是毒药。啊，菩提心就是醍醐，啊，那一点毒药掺在里头，醍醐就不叫醍醐，通通叫毒药。这个心念佛不能往生，那么我们
哪一个人发菩提心，没有一点自私在里头的呢？那么你再反过来想想，那个菩提心发了之后，没有一点点自私自利的念头在里头，真了不起啊！没有私心啊！啊，没有私心的时候，你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！你念这一句佛号啊，才跟阿弥陀佛相应了，通了，障碍没有了，一丝毫的自私念头都是障碍。啊，老实告诉你，不是小障碍，是大障碍。啊，意思就是，醍醐里头一丝毫毒药都不能掺杂。啊，要修自己的纯净纯善的真心呐、啊，菩提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啊，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，念久了，真的会把阿赖耶念掉了。阿赖耶是妄心，你久久不用它了，它自然就淘汰了。啊，不必刻意去断它。都是自然没有了。所以啊，论著里面讲，这些人这些会众都是从弥陀如来智慧清净心中生的，还是比喻这心量像大海。啊，无所不容啊！西方极乐世界的圣众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到极乐世界，都被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做阿惟越致菩萨，每一个人的心量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界。啊，那是西方圣众啊，那边大众啊，他们心量的样子。啊，心量的写照啊！那我们的这个小心量怎么能进得去啊？啊，个个都是那些大心量，个个没有自己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